clouds. I can feel it now.因为高反很严重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上爬，我只能慢慢一阶一阶的爬，因为稍微爬快一点就会觉得你的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。咋样，能过去吗？正儿八经爬台阶吧，那边很窄的路。我脚又开始了，同行的小姐姐已经开始吸氧了，还好这个基本上两阶台阶就有个楼梯，就有个椅子可以坐着稍微休息一下。向下一步阶梯前进，这次要爬三段，冲呀！我要一口气。到达了一个满是牛粪的椅子，什么？4点钟。经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攀爬，我们终于又爬上来了。我的妈呀！喘的哟，你们看这边天空特别的美，非常的美。虽然这一段是用美颜相机拍的，我拍特写。不要动。哇，真的，我相信后面的海拔会越来越高的，但是今天算是一个初体验。加油！等着晚上看这边的夜景，非常的美。